家都需要的。威尔。哇，我终于等到他了。Le Bryce Weir 来。跟大家，哎，我觉得要不你就直接上来就给大家看啊，这样也行，好吧？我们先说威尔这个品牌，它是谁？它是维达集团旗下的。嗯哼，嗯，我以为想说它是谁，我脑子里想了很多，它是谁？我当时没接上去，我说威尔谁啊？啊，这个品牌是维达旗下的高端鞋。谁？威尔是谁啊？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威尔，好吗？嗯，是的。我们小威尔他很厉害的在于他是一个小微鲸的设计。那小微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有特殊情况的时候，你坐在凳子上，它其实有一个形状会把你那个屁屁给你兜住，就是很合贴，你知道吗？因为屁屁不是这样吗？我要这个，它就正好把这个地方这样兜起来，就很贴心，把你包裹住，贴合度更好，贴合你在这两天烦躁的这个心情和身体的不适。嗯，而且这个是只有他们家有，别人家是没有这个设计的，并且它很薄，这个是我喜欢的。好多年前我有接触它，它在超市卖也是很贵的价格哦。它是高端线的这个卫生巾，高端线，高端线，在超市里面卖到25.8一包，一包日用的25.8，嗯，好贵啊！这个价格现在肯定不行了，对不对？不然干嘛再摸摸？你还好贵也是贵。这得用的，这是刚需，对，是不是？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它的小微鲸是自己的一个设计，对，这里也有，对的，也有专门的专利给到大家。所以说呢，它不是普通的那种什么公模型一片式的，它不是。嗯，今天威尔我们特别带来的是给您从日用、夜用、量多量少都给您做到了一个搭配的组合。对的，我们来看一下一整个组合当中包含哪些。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常规的日用，给240毫米的给您发了5包。我又是给大家整个不舒服的那个特殊时期已经完全给你包裹住，而且是好几个月的量，让你看一下是怎样。来，对，来，日用有5包，接下来看一下常规的夜用，再给大家来1包的8片夜用。来，我们320的给大家发1包。是的，哇，夜用的。量多的时候，一包是8片。嗯，来，再来我们的一个量少的时候的日用，190毫米的，再给你发3包。是的，有。接着来，各位，这只是常规给大家谈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只有在摸摸盒这边有的机制，就是谈的赠品好多哟。嗯，是的。看有什么好多？作为这么高端的一个品牌，摸摸盒能给大家这么多，已经。一定不要错过，你要踏踏实实的在这个时候抢，要不然你要是应急的时候到。超市一去买，你会发现，你会后悔没有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间120多，对吧？125.8真的很贵。来，再来，我们一个熟睡夜用的，再给你发多少包？420的这个。再来，给你发5包。我们这边要站起来跟你讲。嗯，来，一共到手多少包？一共到手就是给了大家74片，对，全部拿走，来自威尔的高端线的卫生巾。准备好了，各位，到手价格本来算的话，应该每一包20多嘛，算下来就200多了。今天一共是79，你都不敢相信。而且我们这个包装是很值得的，它是这种纸盒制的，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包装就是高级，高端线，好吧？还是一个蚕丝感的表层，非常的温和。嗯，准备好了，3、2、1，能量满满上链接，给大家看一下。有人会好奇这个吸力到底怎么样，对吧？我们来稍微切个近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呢，每个女生比较关注这一点。拿反了，大鹏。啊，拿反了是吗？对不起，这证明不是，这个方向。对不起啊，是真的我这个情有可原了，要不然嘞？要不然我太熟悉。他拿出来太熟练也很奇怪了。好，各位看一下，刚进去之后，它仿佛就渗透进去了。对不对？你看，渗透进去了之后呢，它一定不会再反到你的身上。你看，这个没有再到处流下来了，对吧？你稍微这么一沾，看到没有？是干的，对，看到没有？是干的，所以说不用担心，量多的时候不用怕。这就是我们的威尔卫生巾，今天带来的是日用、夜用都有。嗯，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男生已经把这个都听得可明白了，很熟了，这样对自己的女朋友怎么样？哎，更关心，是的，好吧。来，这样还有吗？现在威尔卫生巾还在跑，各位，这个其实是只有在摸不盒这边才有的。是的，你看别人那儿79能买到这么多吗？74片，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有很多刚刚进来的朋友，哎，他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组合。来，有什么组合？我们超长的夜用组合，就是这个，我觉得大概。
能用两三个月都有了，有了有了，两个月的量，四个月吧，一个季度其实都够了，能用差不多四个月，一个季度多都有了。然后这边，然后Momoko提醒大家，每四十分钟的时候就要换一次，这个是对，如果能做到的话，对对对，尽量的做好四十分钟换一次，这样的话就积蓄。那个让细菌不会那么的滋生，更关爱自己，不要说啊，我啊，好好，一定要勤，不要勤换，勤快。是的，今天这个量给你那么多，你可以勤换了。包含哪些呢？大鹏再给每一个女生预告一下，这里面有常规日用240毫米的五包，五片25片，没有了。我刚说有什么，这个就对了。热情了，好，来，还能加一丢丢吗？还那么多女生在那看，这么少。好，最后100单的库存，乖乖们。这个只有在我们直播间才有的机制。大果儿，你帮我抢两单。好，大果儿知道了，来准备，3、2、1。能量妈妈送链接。大果儿，最后100单哦。快抢到了，各位，你抢到了79块钱，拿到了哪些沃尔卫生巾？嗯、我们日用240毫米的5包25片，再给夜用的320毫米的8片，再给量少日用的3包15片，再给一个我们量多日用285毫米的4包。再给熟睡夜用的5包，420毫米的，好，74片哦。对的，重点，乖乖你听好了，好，只有在Momoko这里才有这个机制。是的，如果你今天要是错过了，就不一定会再有了，别人那儿是没有的，就我这里有。他可能少2包，少3包。这个是在超市，你去看一看单价，很贵的，是25块8一包，高端的，多少钱一包？高端的姨妈巾，你现在就赶紧去搜一下，搜完了你再回头来，好吗？我们现在就剩1000了，没有了就。对吧？平时买的话25块8一包，你今天是多少？74片拿走的量。是的。我的天哪！这个就是囤了，想都不用想的。刚需的东西啊，不是说哦你想不用就不用吗？不可能，好吧？来，各位直接拿走就行了，关乎好自己的一个健康。对，没错。拿走了，下面呢是一个。因为就在今天，来，下面这个是我喜欢的来了。Momoko就是觉得、一定要注意好一个事情，万一没睡好，万一脸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还有就是刚才的那个时间的时候，你的脸上就会有一些问题，哦、就长个包包点点，好像是我在。以前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神奇的东西，我这是在挤了它又难受，你还会是挤啊？睡觉之前最后一刻的那个就是心愿，就是它明天能够消一点，能不能不要出现？对，然后后来我发现了有痘痘贴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好了，丢丢贴，而且它不仅仅是你在有痘痘的时候可以使用啊，等一下第二个功能待会儿再说，对吧？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它可以在痘痘的时候你给它挤了过后呢，不是就已经有一个小伤口吗？你就把它贴在上面，到第二天它会把里面那些各种东西，它就给你吸附出来的真实的吸附，第二天你就可以看到。你大概就贴个一个晚上到第二天的一个白天，第三天你这个地方它就平了。你用个2天，不会在里头还是永远这个包包啊硬了吧唧的，不会有这个东西，不会有这个感受。而且我们这一款跟别的就是我们积雪草的这个叫 VT 积雪草，它是干嘛呢？它跟别的不一样，因为市面上还有一些就是人工敷料的那种东西，它里头就是没有。来这样吧，这是一个我们的福利款，就是 VT 的这个丢丢贴，它的话平时买这么一包18个哈，你长18个都能去贴好的。怎么着？我们给您是平时39一包，今天是1块钱，我们补贴到1块钱。来准备好，3、2、1，能量妈妈送链接。就1000单，这么少啊？这个一定要抢，因为我之前有去点痣。点痣了过后，我发现贴它也是有用的，可以去用的。就你有一些小局部地区哪里不对，贴哪里。对，没有了，1000单没有了。这个就这么几秒钟。对，好吧。你看我刚才你讲的时候偷偷贴了一个，大家能看出来大鹏手上贴了吗？看不出来，在社交距离上你是无法发现它的，它比较偏隐形一点。有两个粗刀是凯克，你看得出来噻？这个距离看你看不到，好吧？能这么用。来，同品牌的 VT 刚才来的是一个丢丢贴，接下来这个呢，你们猜是什么？我不说它是什么，你猜得到吗？家的明星洗面奶。有人说不会是沐浴露吧？不是，这个是洗面奶。好大一，好大一只，可能你们看不出来，在我的手，你自己看，摆在这里。比手大，我们俩的这个色差，是的，对的。来看一下，平时你买的洗面奶一支100ml 很正常，对吧？对、这一支300ml 以1:3，哇，没错，太良心了。3倍的量，
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给大家，就是它是一种可以舒缓我们脸部有一些小问题啊、红啊，然后这那的，而且并且如果你的背上有一些小疙瘩什么的、你也可以用它，因为它超大一管，你不用担心就是说我会舍不得。 对它的核心成分是来自于非常黄金的产地，是哪儿？马达加斯加半岛的积雪草 原料。对的，这个就厉害了，舒缓修护它是做得很好的，并且它还复配了三重的玻尿酸，就是同它还有，因为有它有复配这个三重玻尿酸，它就会很保湿，不会那么洗后你会觉得哦干巴巴的，我好紧绷，而且它是洗卸二合一的，就是你用它了就不用再去就日常的妆，当然一定是浅的妆啊，通勤妆容。看到没有，我就挤了那么一小节儿，然后呢稍微这么一打泡沫就这么绵密了，所以呢它的话你哪怕拿来洗澡都不心疼，一支300ml、平时买这么一支的话也不贵，79、今天的话摸摸和谈谈的价格怎么着，给你再少一支49。如果说哎我又要洗脸要洗澡怎么办呢，没关系，用量太大了，你买两支89更便宜，两支洗一些皮肤背上这些，哇什么可以，太合适了，来我们先上再说吧，准备3、2、1，能量妈妈送链接，各位拍两单89还送一个洗脸巾哦，好吧你自己看谁能不喜欢感受一下，它很清新的，不是那种就是巨浓的、巨稠的那种。你自己看，我像打的那个奶盖一样，你自己看像不像？像。我像奶茶店打的奶盖一样，就是它，我们的洗面奶。是的。哎，对不起，我好像恨不得马上洗脸。哎，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快卸了，我快卸。我怕你突然干到我的脸上。好好好，这是为了展示大家，确实 VT 的积雪草洗面奶它就是一个泡沫很绵密、专门给油包机用的洗面奶。还有各位算一下，优先拍两个，因为两个单价更划算，一支才45块不到，超大的一罐。看日常买一支多少钱？79，它是300ml的哈，一支抵三支的量，我的天哪，真的很划算了吧，而且这个真的好评如潮的。绵密泡沫你也看到了，我的整，我刚才写的那么一坨一小坨，整个手掌都是像奶盖子在我手上。OK， 洗完之后也不紧绷的，因为油皮嘛，怕那个去油力太强了。洗完以后呢，脸就是那种干起那种绷着。不要。它是那种温和不刺激的，平时你有一些防晒呀、隔离呀，你就用它就够使了，能卸掉，不需要再去来一个卸妆之类的。就洗卸二合一的洗面奶，选谁？VT 的积雪草洁面。来，目前来说能拍到就行，但是我们要强调一次，如果说你是沙漠干皮的话，你不要用这个洗面奶。我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但如果现在我有一些问题啊，然后有一些油的那个状态、反光那个状态，你就可以用它，对吧？稍微出个门这么一摸，背上有一些痘痘啊这些的时候，你就可以也用。好嘞，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直播间，各位可以关注摸摸和的直播间，同时分享出去。我们刚刚开播不久，待会还要放福利，比如说我们的1元福利，接下来还会不断给您放，就是1元拿到手的保温杯哦。我们的保温杯，摸摸和很喜欢的保温杯。刚才就在说女生啊，任何时候都要卷，都不仅是卷到自己身上，每个细节，卷到我身边用的东西，我也要卷。来提醒各位，刚才那个我们拍了以后，它是控温的保温杯哦。你看，这里是控温的，多少度，对吧？你一摸就知道多少度了，26度。26度。我这个装的是温水，里面是43度，它会告诉你的，各位。太阳。对吧？不会烫嘴了，很贴心。这个是我们今天补贴到1块钱的，因为平时买的话是68。没错。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还有这边看到气球没有？里面是我们的福利气球，每一个里面会有不同的福利，比如说大牌的美妆。我们今天会戳多少次气球？我们会说，如果说了8次呢？随时随地放、不，我说总共，总没有的，看你的心情，全戳完都可以，全部戳完。你们笑为什么那么憨啊？我们刚才在拿我的指甲戳了个气球，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想看，对吧？再想看，徒手戳气球。想看跟我们互动起来，宝宝。而且全场不定时的点抽苹果14，没错，iPhone 14，想要的刷起来哦！只要你们够热情。
随时把这个十四你可以晒到朋友圈、wow. 就是大家关注我的时候别会问你是哪里来的某某和直播间那儿来的嗯，对吧还有我的小福袋里面有MAC口红宝宝这里有哦 MAC 的口红是某某口今天就是使用的这个这个色很好看在福袋里面同款、哦、点就行了好不好来各位边看我们的直播边参与福袋然后同时呢、嗯、买到你心仪的好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买得开心啦嗯，下面我们把这个就看一下一万家在线了欢迎各位来到某某口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早上中午好吧、这个、中午马上中午了中午好中午好、哎、朋友们今天宝给我们关注点点起来哦、嗯、大点点起来我们直播间一万人欢迎大家哎呀妈呀来各位直接看想要保温杯的可以把小油刷起来我看一眼色来让某某口看到大家的热情、嗯、想要打两个字想要因为待会要放一块钱的保温杯是的我们是68块钱补贴到一块钱是的对吧来某位看一下还有谁打想要 我想打好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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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给大家是送保温杯保温杯、啊、你需要付一块我们付67500个我都看过忠实粉丝谁的节目你的节目啊我的节目好我给你出道难题是不是真粉丝最近一档节目是哪一个告诉我我自己都答不出来不知道是哪个先播哪个后播个、嗯、如果来看我节目其实在这儿也一样可以看我啊我在这边不仅仅是跟大家就是说一些我分享我喜欢的东西还有平时乱七八糟想说的我觉得在这儿就是跟大家沟通交流的一个对于我来说这个可能也跟节目是一样就在上头玩嘛这是更直观的节目、嗯、面对面的、嗯、好吧来目前想要想哇那个人打了十几遍想要我知道你很想要了好吧你再等一下你别着急你不要走如果你打完这个然后你要走了过后这个东西就会花落别人家哦那不行、啊、那不可以我付出了那么多、uh-huh. 对吧来就是我们68的保温杯这个是干嘛的它是304不锈钢而且是带树显的一摸它告诉你多少度你看亮的是红灯就说明这会儿不要喝烫嘴嗯来各位想要想要还有人来准备好了能不能放放咯放多少单呢放500咯500单好不好来准备了各位把你的这个准备好一块付了就行准备3 2 1荣耀老板送链接这个颜色我们不指定当然我们希望你收到的是某某可爱的50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直播间差不多有40%-50%的人你就可以拿到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可以拿到你有没有拿到、嗯、来下面一个对吧如果说你买到了、啊、哎，我们一块钱居然抢到了你抢到了跟我说一声我看看幸运儿都是谁好接下来的这个呢是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买到的是谁我们上一次很多人爱的海葡萄凝水保湿面膜一片水很深的面膜今天因为我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各种朋友们在群里面发你知道我的发小啊然后还有我的大学同学啊、嗯、我有个大学同学然后他我们叫他胡子哦为什么叫胡子就是他就姓胡嘛、哦、然后这个女生她的脸从小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各种满都是包啊这那的后来不是很多人去做那个水光什么的之类、哎、但是她都做不了因为她一打就整个脸会继续飙红色的哦哦 哦对飙升她的脸好敏感但是后来呢今天我就跟他讲说他问我他说君爷有啥子东西我们可以试喝我一来一拍他说哎呦我就用这个在我的脸上就很适合就他没事儿、啊、对 对,、嗯、对他因为他是就是很单纯的补水它是有三层的结构的先清洁后补水然后再锁水是一个很强的吸附力保湿力而且服帖度不要太好真的不要太好看一下我们的小模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你每次敷面膜都是盲贴我发现了、嗯、就是这边你上因为它的膜布是很大的对比如说像我这种还大脸新人我贴这个都没问题我连下巴都可以包到、嗯、你看我的妹妹你发际线都能贴是的我最在意很在意的就是它以前是只有30ml的这个精华现在有34就它多了很多你可以敷好长的时间25分钟到30分钟没有问题而且我不是很喜欢用那个美容仪吗啊、嗯、也弄它的时候去使用对对对我贴到脸上的时候我用美容仪就会发现哎，美容仪的那个穿透力你是完全能感受到了、哦、就证明它真的很薄而且肤感很好很好有点那种糯叽叽的感觉补水的那个感觉、嗯、它会加持你的水力在这个表层就保住你的水给我咕嘟咕嘟咕嘟真的是让你喝水
平时买这个的，我们说的 Fan Beauty 这个面膜呢，一盒五片，平时买的话是多少钱？138五片，有一丢丢贵，但是没关系，今天怎么着，价格给您打下来，我们给您发两盒，还给您少钱，118，两盒十片，整个拿走，关起发货，准备3、2、1，能量老板送链接。你们不要忘了那个点我们那个关注袋上面，里面会有 MAC 的口红。我要看一下这个的膜布呢，我们可以切个近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一般的面膜可能说它的精华里面是那个玻尿酸，但是这个膜布看到没有，它是一个玻尿酸的冰凝膜布，所以整个来讲的话，膜布就自带了玻尿酸，它的厉害点在这儿，不管哪一个都不是白来的。我想知道就是这个风这么大，年轻人我觉得都在知道他，我们公司那帮小孩都是在等着就抢，等着就是他，就等着抢，对不对？对。而且平时他的活动不是那么多的，他不是随便都能给别人的，到处都有，你到处你都能看到。如果一搜直播的话，会在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有看到有直播。这个34真的不是很多，不是白说的，我还没捏完，你自己看，对不对？捏完以后都还不是那种干巴的膜。对，他捏完都是不干的。你看捏完了，很厉害。他这个膜布都还是那种润润的、糯糯的，太棒了！而且怎么着，果冻的那种感觉，像那种果冻做成的一个面膜的感觉，绝对的是 SPA 级的补水咯。对我来说。准备好了，来说一下这个深海的海葡萄呢，就是被称为绿色鱼子酱，因为本身它这个什么贴合程度和给皮肤的补水能力是很卓越的。我今天上妆之前我就有贴它，先敷一下，因为今天一整天的上妆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湿，要敷贴，所以我都闭着眼睛想，它就是一片水很深的面膜，我就一定要拿它了。这个水很深的意思是指的它的补水能力可以深深的润泽你的脸，没错，就是它可以保持一天，因为我今天会跟大家见面很长的时间，到晚上吧都会有Momoko在，是，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这个地方不要起各种干纹，什么爆皮的状态就不要有了。而且我们现场这么多灯，7、8个灯在烤我们的脸，如果补水补不到位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扛不住的。哎，你今天有抹防晒吗？我抹了的，我抹了一个35倍的。现在已经不抗晒了，以前都不抹防晒，真的还是有必要。害怕，是的。来这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是我们的关系给您发货的海葡萄面膜，2盒118，这个价格没得说了，好吧？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今天带来的一个心仪好物。哦，这个可以说，我觉得是你经常出差要带的。不仅是我出差，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秋冬我才会跟大家推荐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雪花秀的5件套，出差的时候很适合拥有它。它是一个明星的产，就是隔壁国的明星产品，贵妇级的补水保湿套盒。它怎么是称为一个贵妇？我跟你讲， Why? 因为它是人参精粹的精华，能够改善你的黄气，提亮肤色，暗暗的水油平衡，补水滋养，软的非常很软嫩的，它适合所有的年龄，所有的肤质。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要用什么，或者说我的皮肤没有什么问题，好，你就好好的滋养它，呵护它，你就选它喽。我们是里面有人参精粹精华，有啊，这个是。它能够成为贵妇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你知道隔壁地方邻居他们爱吃什么吗？对吧？那个参鸡汤，所以他们对这个成分的运用是很专业的。那么雪花秀呢，这一套5件套，它每一个都不是什么冷品，都是明星单品给大家。对，它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明星的一个乳液，我分享给大家搭一些其他的。它每一个都是一个是滋养的，一个水，它就是很，它又清爽又能够保湿，还有一个是乳。对的，第一个呢，平时买的话5件套128，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比直播间平时价格还要再低，我们再补给您到45.9。我自己补贴。对的，5件套拿走哦，来准备3、2、1，能量老板送链接。每个账号只能5000单库存，只能买1单一个账号。我给大家的这个福利是因为你可以，如果你没有试过他们家的大管，因为他们大管还是挺贵的，你就可以拿这一套去你试试。50块钱以内嘛，你可以试得起的。我觉得大家还是你试试，你要觉得好，你回头再来入大的这里再给大家大的。这里面是有水乳、基底液、精华和面霜，5件套各式明星单品强强联合。我讲过女生好重要的几大重要的护肤的步骤，不是步骤，就是标准之间很重要的就是保湿、
滋润，嗯，尤其是它有这个人参精粹，我就这个我就不可以躲开它。这个是基础的东西，干嘛？就是说你底子不打好的话，你弄再多附加的东西它都撑不住，嗯，好吧，嗯，那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呢是我们所以最近这一年之内生产的，所以说呢有一个新老包装，但是不管包装怎么样，嗯，东西都是一样的，是的，我们是新老包装混发，嗯，不要介意，好吧，嗯，到手价格今天45.9元，你去比价，嗯，这个价在今天这儿你很难遇到了。有宝说在别的直播间买了99，今天我们直播间45.9元，是的，你自己算，嗯，对吧，便宜一半呢，对不对？下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说到清洁泥膜你想到谁？那不用想了，谁是谁？科研室喽，科研室喽，今天我们把它谈来了。你不要每次这那就是我就考试完，哎，就是生怕答不上来，很怕这种突如其来的，哦，是吗？哦，就是因为我妈以前是老师，哦，原来是这样，就会动不动的就是抽查我，来，现在就跟你说，哦，这个题怎么怎么地，所以我对这种就有一种恐惧，先天就有一个哦，恐惧，马上拉满，来，马上问。接下来是带来的科研室的白泥，嗯，这个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多赘述了，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清洁大于护肤，被称为这个什么的吸尘器，嗯，对吧，嗯，平时买这么一罐正装多少钱？嗯，有点贵哦，33。今天怎么着？今天 Momo 可在这儿，今天 Momo 可在这儿给大家拿到了一个4.9元的折扣，哇，这个一半，哦，这个折扣一定要狠着说，因为它很狠，162.9元就送给大家，嗯，拿走了。它有两大哦，它的卖点是什么？它是有很两大天然的成分，真正的亚马逊白泥，就是亚马逊河流的那种多次的冲刷，就像它那个冲刷可能就像我的手不断不断的冲刷我的脸，所以它就有很强大的一个吸附力，嗯，会让你的这个角质啊会有闭口啊这那的，因为我们平时上妆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以为你清洁了，其实你没有，它在里边呢，它在里面躲起来它不出来，你要把它拽出来，对，拽出来你就会需要用它了，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如果说现在在我们的观众你们是好，我平时就不化妆，但你以为不化妆了就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有了，有粉尘，哦，空气当中很多，每一个朋友你要用它你会发现你真的可以吸出来很多东西，对吧，尤其是爱化妆的人，爱不爱化妆的我觉得都需要清洁，嗯，爱出油的啊，然后毛孔粗大啊，这些人都会用到它，好，这个价格来这样吧，162.9元，每个账号一单，好吧，嗯，因为确确实实补贴的力度太大了。嗯，准备3、2、1，能量妈妈送链接。平时注意了，这个泥膜呢要厚涂。什么叫厚涂？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厚涂。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有的朋友或者说我自己之前在用这种涂抹式的面膜，我都会薄薄的一点，因为会觉得嗯。稍微有点怕浪费哈，稍微有点舍不得，嗯，但其实你一定要够量的去用它，它才能起作用，它才会起作用，它才能隔开这个空气跟你啊，嗯，就跟贴面面膜为什么好用，是因为它隔开了，嗯，所以你要有那个厚度，它才可以隔开，发挥它的作用。女生啊，我是觉得你在你有限的经济条件内，对自己还是要舍得一点。这个投入是值得的，现在这个价格又不贵了，对吧？100多拿走正装，如果说局部地区用也行，比如说我就拖个鼻子两边去清洁一下，嗯，也可以，对，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大家清洁做好了，来，我们在护肤有一个东西，我们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熟龄肌，哪个部位是容易让你觉得显？这个我们之前在彩排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因为我有用到了过后，我才发现哦，我们这次也可以送了，可以送了，也可以给大家了。是的，而且我为什么会在彩？因为我平时会在用，我彩排的时候更兴奋，是因为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让我很兴奋。我们看到了是谁？说美丽的珍珠鱼子眼贴膜，哇，朋友，太舒服了吧！这个来，如果有，其实我还以为大家都有在养护眼睛。其实我发现不是，哎，还是有很多女生就是在说啊，眼睛很重要，眼睛很重要，可是怎么重要呢？可是他们还是可以做到每天敷面膜，但他没有每天敷眼膜。眼膜，对，嗯，眼膜是好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等你出现那个纹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两个纹很难击溃它，一个是眼角纹，一个是颈纹，哦，这两个东西是你上手段，就是上那个很极端的手段都很难的，很难去做，很难的，等你出来就已经晚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诉说美丽的珍珠鱼子眼贴膜，
来，它是一个分区护理，你其实护理哪里都可以，这个纹也可以，这里也可以。哦，它黑色的部分添加的是黑珍珠加黑玫瑰。是的，嗯，黑珍珠，我差点以为是我。好，它可以淡化这边的这个纹纹，而且黄色的部分是什么？是鱼子酱，听起来就会很贵，它会有助于紧致，你紧紧你这下面，还有你这个一很多的那个眼贴膜，它就是这样的一片，但这个不是哦，上眼皮嘞。其实朋友们，上眼皮好容易松，是的，有一些贴双眼皮贴的女生啊，或者是经常早上起来会很浮肿女生，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上眼皮的这个松松的感觉，它这个就是一整片可以让你这儿都有弹力，而且它还很厉害的是添加了现在家家只要有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拿出来说事儿的是玻色因，所以说 K 老型的眼贴膜，对吧？胶原的复制剂，没错。同时呢，它也是得到了我们抖音平台的非常好的一个认可。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人家获了奖的，刚拿的，天哪，对吧？他们诉说美丽。对我们品牌把这个奖杯拿到我们直播间来，他们就只有一个，拿来了一下，然后他又在那护送过去。我们把它现在有两个保镖就是护送，专门送这个过来的，就跟送珠宝、送那个珠宝是一样的。沉甸甸的奖杯，我们昨天彩排完了，说要不然就给大家。在这儿放在这儿，不行的，不行的，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要带走。说好的，来说一下了，日常买的话就是这么一盒198，对不对？来这样吧，我们要看一下，大家有人在说这个贴上脸要怎么去贴一个感觉，我们说了眼贴膜要持续使用。我想问一下这位姐姐，您今年是？我63年的。63年的。哦，我妈妈64年。哦天哪！但是呢，您是用这个用了多久了？眼贴膜？我坚持用了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从今年就开始一直在用了。妈妈，你看到没有？跟你一样大，人家都要用眼贴膜，我让你用个面膜，你都费劲。妈妈，妈妈，快点用妈妈。来，这样我们切一个近景啊，妈妈看一下。妈妈，你自己拍一下。63年的这位姐姐，我们看一下她的这边眼的状态。这边是可，你是故意没有怎么去用吗？不是，我这边是没用，我这边在试用。一直在试用这个产品。大家看一下这边，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我们实话实说，这边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比较明显嘛，你可能摘掉，你快点。好，来，这边是我们这个姐姐经常在使用到的，已经连续使用好几个月了。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有震惊。哇！我的天，这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就是一直在用这个眼睛，包括也要敷它的这个眼霜。这个眼贴膜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个地方是眼霜，贴完以后再擦眼霜就可以了。来，这位姐姐，今天眼霜都给你配好了。我们真的感谢您到这里了，能够展示出来这个状态，感谢您，也希望每个人也像这个姐姐一样，坚持去使用眼贴膜。对，妈妈，当然说的就是你，是你，妈妈。当然这边也要长期使用了，要补上，不能顾此失彼，好不好？来，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谈来的机制价格了。谢谢。平时买一盒5对198，对吧？今天的话磊哥肯定坚持不了，因为太贵了。太贵了。来，今天某某和谈来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各位准备好看好咯。我们给大家发的是198，价格没变，但是你买到的东西变多了。我们给您发眼贴膜。张晨硕，我看到你了。看到了哈，1、2、3、4、5，一个同事，5盒，25对，是的，这是我们买到的正装。我们再给大家送什么呢？来，再给您送我们的同品牌的面膜，给您再送5盒，对的，送5盒面膜，同时我们再给您加送，我怕你不够用，对吧？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盒眼贴膜正装的，是的。然后嘞，有人说我没有用过的嘛。好不好用不知道。我跟你说，宝贝啊，你一定要买，你不要买面膜买那么勤，你每天都可以敷面膜，你怎么就不能每天都敷眼膜呢？对吧？你不要忽略它，大家都在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你真的为此付出了吗？没有，没有，很多朋友都没有，你就是嘴上说一说。你拿去用。这么厉害的这个成分，它有黑色的部分是黑珍珠。和黑玫瑰，你听好喽，听好喽，来这样淡化这里的。听半天，我们先用起来，来准备到手198，全部拿走。3、2、1，能量妈妈送链接。有一个，我接着说完，你先讲。因为有一个实验，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合适呢？我们给它看，它这个来说是能够完全溶解的眼贴膜。我们倒的一个热水给您看，放进去，
来，各位直接来，看到没有，它就已经开始溶解了，就这么一会儿，几秒钟时间，大家看到没有？而且呢，它溶掉之后，我们可以很精巧的发现，它那个精粹珠珠，就是你看会有一点点精粹珠珠已经出现。我们比如说给一点光，它就非常的直观让您去看到。这个眼贴膜诉说美丽，它里面我们说的是添加到的黑珍珠加黑玫瑰，看到没有各位？溶解掉以后这个状态，所以用起来是安心的。你说你是敏肌，我脸的有点什么不敢用，这个你能用。好，展示清楚了，可以放心用。好，刚才还有接着说，我们黄色的部分它就是鱼子酱，听起来就是很贵。然后我其实在很早之前有跟大家推荐，就是 Momoko 用的眼膜哈，眼膜就是那种贴片，它其实容易干，但这个完全不干，你不用担心，它会贴着贴，它就越贴越薄了，就是感觉这个精华它有吃进去，直接到达了你的真皮层。就是要进去，如果留于表面可能就没啥感觉了。好吧，这个提醒各位了，您要尽量是每天都能用的话更好。是的，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位姐姐对吧，用了好几个月，就是她只用这边，大家能去看一个对比。有人说拍不了是吧，这样拍不了是物流的原因，这个的话每次贴大概应该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吧，半个小时，20多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就可以，它不会，你这些地方也可以贴，比如说眼睛贴完了，贴这儿，也行，对，也行。你等它变薄，那个精华就吃进去了。来，这样各位就在一号链接拿走的话，这是关系给您发货。我们说一下，我们送了6片的试用装给你。是的，这里6片试用装，什么意思呢？你买回去把这6片都用完，你觉得如果不喜欢，你把这些退回来。好吧，为什么能做这一点？原因是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得到诉说美丽的这么一个实力。没有了，各位，没有了，我们送了6片试用装，干得漂亮，乖乖的，还能加吗？很多人在还在问怎么用。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真心觉得大家太需要了，而且很多的朋友他不一定还有的，我就是这个分享型的人格，我就真的好想强力的推到你的面前。一共多少片？各位买回去一共是36对的眼贴膜，还有15片的面膜，一共198拿走。好吧，能不能再加一丢丢呢？可以，加多少单？Momoko你说吧。加什么？100单。这么少？天哪，100单，好过分。100单再送给大家。朋友们，你们又听好了，不要光是说一说，你每天都可以坚持做面膜，要实际操作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每天坚持做眼膜？我做眼膜的工序是什么样的？我做完面膜了，擦完脸了，我才贴它。眼贴膜。你贴它，你睡觉之前贴它一下。100单还没有上嘞。还没有上，马上来。3、2、1，能量老板上链接。而且他好贴心，他已经把眼霜都给你准备好了。是的，对，中间就是眼霜。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步骤，就是做完面膜了过后擦脸，擦完脸了你才开始贴眼贴膜。那个时候贴眼贴膜的时候，你已经躺在床上了，该刷手机的时候，对，你就在那个时候贴，贴完了马上把中间的这个眼霜给擦上，第二天你会真的感觉到不一样的。乖乖，你试试，因为我们给了大家这样的几片的试用的，6片的试用，什么意思？你买回去了，你把这6片先用了，你觉得哎好像还可以，你就留下。如果你不喜欢，全部退回来都行。像这种很厚的这个眼贴膜啊，它的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个紧的这个感觉，这个很厉害，它吸在那儿，啪在你的这个地方，它不往下掉起来。很不一样，是，来就拿走了，各位诉说美丽。我们来再看一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目前每一位来的同学们怎么着，关注Momoko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还有什么补贴到1元的保温杯，包括我们说会不定时要送出的 iPhone 14，这些呢大家只要在我们直播间看到这里，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看大家热情度很高，我们就提前上保温杯，我们的1元补贴到这儿的每一个保温杯，我们补贴了67。你正常买的话，这个带数显的保温杯哦，68块钱，我们给你补到1块，包括 iPhone 14，今天我们会不定时要去抽送，你只要干嘛，在这儿等着看着热闹着，等着你来，好吧？来，目前分享出去，好多人还不知道呢，对吧？马上中午了，你们要记得哦，马上中午了，对吧？马上12点了。就一个事情，关注我们分享直播间，就是说 Momoko 直播了。好，多1000人，我们多放100单保温杯，好吧？因为每一个我们要补贴67的，
在这里随时放，冬天都要来喽。其实分冬天大家都应该会用保温杯、啊、你应该是一年四季都要保温杯。我们这两万人的话、嗯、我们点抽一位朋友送他苹果手机。我的天，所以说赶快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直播间要是两对两万人我们抽一个 iPhone 十四。不要这样说好吧，到两万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送的 iPhone 十四，所以大家快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啊、赶紧的、啊、反正 Momoko 送对吧，又不让你送、就是、我就喜欢这种事情。谁不想要我们 iPhone 十四呢，都喜欢看热闹、嗯、好吧，来直接来，说不定就是你呢，那个幸运鹅就是你呢、嗯、哼对吧，因为我们都爱组鹅。哎，怎么什么意思啊？是 啊什么意思啊？容祖儿吗？什么脑回路？祖儿姐。好，来各位，就是怎么着，关注直播间，分享出去，八千人了、嗯，对吧？到一万人的话，我们就多放，补贴到一元的保温杯。是的。有人说他等着，好，你等着，待会我们检查你在不在，宝宝，好不好？那位大头，那我们一万人哦，还没到，点赞到，我们看一下点赞多少？我们现在点赞四十多万。点赞四十六万，对，四十六。到六十万吧，好不好？好的。点赞到六十万，我们看能再加，给您多加单。每个人点一两下就到了，是不是？欢迎各位关注 Momoko 的直播间。大家小心心点起来哦，给 Momoko 送一下我们的灯牌哦，宝宝。来点赞，好快哦，五十多万点赞了，各位。六十万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放哦。行吧，来想要保温杯，有人说想要保温杯，我们给您，好吧？这个保温杯是我们平时买六十八的，我们给您补贴到一块，就这么简单，不玩那么多套路。同时，左上方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马上有福袋，我们 MS 的口红也点。哪个能点到了赶紧点，不要错过。我们的福袋点击领取一下哦，宝宝。马上九千人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中午饭的时间到了。放两百单。我跟你们讲。两百单，九千人才两百单。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比较下饭的人。啊，大家不要走。午饭时间边看 Momoko 直播，你可以边进行午餐。哎，我吃饭的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东西的。哎，不然的话，我不能这样寡吃，我。必须的，要不我就刷个手机。我们是下饭直播间。要不我要干个嘛？要看个蜡笔小新啊，看个电影啊之类的。今天怎么着？我们待会儿要给您放，对吧？嗯、注意好了，目前哇，马上一万人了。来，我们直播间九千四百人啊、哦！欢迎大家。来，有人说了，点赞到了，目前在线人数马上到一万人了。是的。默默和你就说吧，如果在线一万人之后。到一百万点赞，再多加一百单，太简单，是吧？那么多人呢，每个人点个十下，一百万点赞到，我们再多加，没错。因为我们加的越多的话，大家抢到的概率越大，你自己算这个账嘛，嗯，都不需要我们说。大家要齐心协力，这个就能你有我有。已经七十多万点赞了，嗯，好快呀，七十多万点赞了。来，大家把小把赞点起来了。我看到我妈来了。哦，妈妈来了。我妈好不容易关注一下了。哦。妈妈都关注了，你还没关注吗？我妈根本不管我呢，是吧、嗯？欢迎妈妈来到直播间，来这样，妈妈都关注了，你还没关注，那不行啊、哦！刚才那个眼贴膜你买了吗？买了，妈妈说买了。妈妈认真的，八十多万点赞了，各位，很快到一百万点赞。对的，到一百万我们再多加，好不好？好的。补贴到一块钱的保温杯哦，我们就问妈妈，你有买过？您长这么大，有买过一块钱的保温杯吗？没有。而且我们这个保温杯还是带屏显的、哦，是的，可以显示我们这个温度的，宝宝。这是 Momoko 补贴的，对，你看你的女儿多么照顾大家，六十七元哦，是不是？来点赞九十多万了，好快啊！九十四万了，九十四万点赞就这么快。来，我们还差六万点赞，能不能多加一百单？可以吧？你先别，你先到了，到了哦，九十八万了，各位马上一百万点赞，就是这么快，你看，直播间九千三百人了，哦，欢迎各位，大家努力，还有七百人，到一百万点赞了，多加。好吧，多加一百单，会有一个重庆什么那个九州，哎呀，好厉害，五湖四海的都来了，谢谢大家哦，欢迎重庆的朋友哈，各位，哇，到了，到了，马上一万人了，各位，我们现在九千五百人，放五百单，五百单，五百单，直接加到五百单，好不好？刚才是两百单嘛，现在我们加到累计到五百单了，嗯 ，OK。每一个补贴六十七，一块钱的保温杯哦，你自己看哦，六十八的保温杯你一块钱拿走哦，嗯，带数显的保温杯，我们直播间九千八百人哦，哇，欢迎各位，中午好，中午好，保温杯很适合大家入手，而且平时是六十八块钱一个的带显示的这个保温杯，像我平时没有之前。
不知道有这种保温杯的。打开看温度，我会这样就打开，然后倒在手臂上试一下，不用就很麻烦，不需要。而且像大家现在都开始冲各种茶喽，然后枸杞喽，大枣喽，一万人了，一万人了，对，五百单能不能给？现在快点吧，很多人在等呢，是不是？到了，到了，到了，我们后台准备好了吗？默默很着急。链接快点准备好，来，稍等稍等，不要走开，宝宝。你准备好了吗，乖乖？准备好了，我真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手术的时间要到了。来了来了，我们中午赶紧抢一块钱拿走的保温杯。现在是12:04。12:00。好，来，你们准备好抢了吗？送温暖，保温杯的温暖，默默给的温暖，好吧？对。好的。准备喽，所有人，后台准备好了吗？补贴到1元的保温杯。后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们在吵什么？可以吗？他们在，我们在吵着一个美女面对现在我们这边直播间是一个美女面对四个猛男，在一个人舌战群儒。他们不给我放单，你知道吗？可以了吗？不要欺负女生，可以放不？可以，来准备五百单倒计时，3、2、1，能量老板上链接。有了，我的天，各位直接拿走这个颜色啊，我们是什么混发给大家的，反正你会收到一个，今天拿走。哎呀，你们还偷偷抢？哎，你们有点过分呢，自己人来抢，抢光了，曝光你，就是把镜头甩过来给你，就是。抢了宝宝可以告诉我们一声。有人说已经 OK 了 ，OK 了，有了，行。而且我们全场不定时的随机放。我们今天就开播，就一个小时，好几轮了送了，对吧？你就看我们直播呗。而且还有我们后面的这个气球。待会还有戳气球，里面是有什么？有免单福利，包括有大牌福利。我跟你们讲，刚刚开播的时候就上演了一幕指甲戳气球，非常的刺激，我只能告诉你。还想看？还想看？你待会儿大家人多的时候，我再戳一次、啊。好嘞，行。来，中午时间来，我们来一个硬货，硬货，来个厉害的。终于到了我，就是整个要站起来说了。喜欢的东西。他是谁？他是谁？昨天晚上用过，今天早上用过。科诗佳，科诗佳，面膜仪，乖乖们，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了，我现在用美容仪已经用出魔怔了。嗯，任何时刻，哎，你看看我昨天晚上是素颜见你的吧？哎，是，昨天没有任何带妆，没有任何的带妆，完全连个隔离都没有擦，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些痘印之类的，有一丢丢，今天就好很多。我是因为不是因为我光这样用啊，我昨天晚上用了3-4台。各种乱七八糟的，10:30去跑完步了过后回来做了2小时的脸，就是自己在酒店做，然后讲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科诗佳的这个面膜仪啊，因为有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些女生她不愿意用美容仪，她是直接说我放在那我就是落灰，她懒嘛，她就懒，不能坚持，她不能坚持。但是这一款的厉害是在于它真的你可以带着它随处走动。随处走动，然后你也可以玩手机，各种都可以。你手都不用解放双手。解放双手，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像它这样吗？嗯哼。哦哦哦。它想走到哪就可以走到哪里。而很轻的，我用过好几个就是这样的面罩式的美容仪，有的就真的很沉，很沉，会把我这个地方都会愣出一个愣子，你知道，因为重到会有一个愣。是。会压迫你的脖子。我今天早上就是先用了那个。爽肤水，然后贴上面膜，然后再把这个给罩上去，这10分钟的功效相当于贴了20-30分钟，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在让它完全的吸入进去了，给它导入了，推它，你知道吗？就那种你给我进去，哎呦，就它可能是懒洋洋在表皮，但是你用了它以后就垮掉了。对对对对对、啊，懂了吧？我们这一款科诗佳主打的是让我们的嫩肤能够提亮亮的。还是控油，能够缓解你的有一些印啊，这些各种印啊。嗯，有朋友说那个美容仪是智商税吗？乖乖，我告诉你们，什么东西你只要坚持，它都不是智商税。任何习惯你坚持，它到最后都会给你一个反馈，好的习惯也好，不好的习惯也好，它会有个结果，没有什么智商税之说。对你长期的。就是什么事儿，我发现就会很怕坚持。有的那种人，他用个一两次，哎，没效果，一两次有效果，那我不敢用。你要说，是不是智商税？
他研究了研发了这么久，他为什么要研发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给你？他为什么？他出于什么目的啊？嗯，他就想你没用，他没有这个必要。而且科诗佳这个品牌哈，大家可能有人哎，我们也怎么不知道呢？我们给您看，它是干嘛的？它是一整个这个标准的主要的起草单位。什么意思？这个业内要定一个标准，它参与制定的，您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了。嗯，对吧？嗯，这一款科诗佳它戴上十分钟过后就会自动停止，它有三个档位，就是一二三，摁三下就是三，第三个最强的很强的档位。我就很喜欢用很强的档位，因为像我这种就是因为你很接受这个啦，美容仪老手了，我一天不用美容仪，其实我觉得我每天的用美容仪好好的呵护自己的脸，我是为了在我不呵护的时候它也能够支棱在这儿，支棱在这儿，对，这就是我每天护肤。摸摸口是这样，如果我不是在护肤，就是不是在录音，就是在护肤的路上，这就是我现在最爱干的两件事情。就是怎么着呢，比如说用的就专门的仪器给您去拍照，我们的粉丝用了之后的状态、您去感受一下、今天怎么着给大家带来的不是简单的一个美容仪、我们是平时买的这个价格呢是3699，如果说做点什么活动2899是要 的，对吧？今天怎么着、我们拿走1799，我们整个给您带来的光子素颜美容仪、再给您配送什么呢？来，同品牌的冻干面膜3000、再给洗面奶一支、再给发带一个、再给湿巾一包、全部拿走、而且是主机2年的以换代修、准备好了，来，我们先上链接，我们再给您讲怎么去用。3、2、1，荣耀老马上链接。宝贝这一款它不仅仅是方便，而且它很省钱的，因为你知道很多的美容仪它是要搭配凝胶的，要涂东西，它不需要凝胶，就是你买了它你就能一直用了，你明白吗？你不需要再在它身上去投入额外的金钱，你就是到这个你用它你就可以一直用一直用，擦一点点爽肤水就可以贴到你的脸上。然后今天是送大家的各种面膜，但对于我来说这个光照很厉害，它是红光两种光630加近光830，就不像它不是那种射频类，你懂吗？它是那种先破后立，它是院线级的光，有66颗灯珠芯片，132束光波，它的能量是够深够强的，可以直击你的这个真皮层，会让你的皮肤确实是有感到嫩滑，你用完过后立刻会感到哎，油光没有那么厉害了，会帮助你。尤其是像我这种隔三差五就要长痘痘，你刚刚长痘痘的时候是一定用它最很合适的时候，正是用的时机。对，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痘印刚刚才形成、在这个时候你用它的话效果就会比你已经是很老旧的这个要容易得多。你凡是要用在前面。还有一点它很亮点是什么，我个人使用的感受啊，就是它的这个眼罩，因为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这个会不会伤害我的眼睛，因为它是光束，但是我跟你们讲照到的话，它这个眼罩做的贴合的太好了、这个眼罩它完全能够贴合你，你明白吗？它是硅胶材质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眼贴的这个眼罩啊，它会透光，它真的不会，它完全不会，至少在我的脸上它真的没有，我觉得那个舒适度是绝对高的，而且很轻，贴合你的脸型就很轻。我今天就带着它，你早上起来我着急去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七点钟我要过来，很早就过来化妆，6:30我就要起来，我平时起来的顺序就先刷牙喝水洗完脸，眼贴膜脸贴膜上去，然后把它面膜仪先弄上，绑在这个面膜的上面，就这十分钟就抵你做了20-30分钟的这个护肤的那种 SPA 感，这个就是我深刻的感受，让你快一点，对，是吧？今天来完全不一样，解放双手，想干嘛就干嘛。对，你可以带着它，就是玩手机，各种都行。是的，是这样子，各位哈，我们这个呢是2年的质保，2年之内以换代修，你安心去使用。
哎，你说的以后先用一下，反正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的。我现在就是很喜欢在家能够在家完成的，我都不愿意出去。我跟大家也一样，我跟你一样很宅。你专门去一趟真的还蛮心累的。嗯，对，又要预约，而且说实话，我现在就想，真的是不想大家再去院线花那个卡冤枉钱，投入还是蛮大的。就是感恩现在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条件范围内去享受更高的、更好的一些对自己好的生活方式。科学家的面膜仪呢，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嗯，您可以买回去试一试。那么同时呢，刚才买过的朋友们呢，我们给他争取来一个福利。怎么着？这是科学家的刚才那个送给大家的冻干面膜。有人说，我想多要一点怎么办呢？我们已经争取来了，平时买一片39，今天怎么说？某某肯定补贴到，只需要1块钱，两片冻干面膜拿走。来，准备3、2、1，能量爆满上链接。这个呢？哇，只有100单。对，刚才买了面膜仪的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再入手，好不好？这个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用的时候呢，把我们纯净水倒进去之后再激活它，都是鲜活的面膜。对，它是冻干的了吧？对的，100单没有了，好吧，就1块钱。接下来我们现在是12点过了，大家期待已久的那个戳气球抽福利的环节马上就要来了，好不好？各位怎么着，你可以关注我们直播间，同时呢指尖戳气球，对的，你想要哪一个气球你可以告诉我们，待会儿的话我们来抽，就让你们来决定，好吧。来，在等待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怎么着还要用到的，还有使用到的，我们的这个小朋友都能用的手口湿巾。是的，在这里。哎，很多人在打数字3、4、8，都开始选起来了，是不是 ？OK， 待会儿来看。先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后台统计一下哦。行，现在3、8的人比较多，待会儿我们看默默可戳哪个气球，就是它。来，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小朋友都能用的手口湿巾，这么一包，哇，真的好多哟，好多，很扎实的。一包是80哦，40抽哎，对，天哪，80层40抽，来，准备好了，平时买这么一包呢，就是10块钱，今天怎么着，给您10包，9.99块，来，准备好，3、2、1，能量老板上链接，哇，10包。不到10块钱，一包不到1块钱，我的妈耶，小朋友都能用的干纸巾也不是1块钱，这还是湿巾呢，而且我们这是40抽的，是的，很大一包了，也可以用的。这个来说到哈，反正你随时你的办公桌呀什么桌子上啊都要放一包，随用随抽就可以了。来，不多说，拿走了，这是我们的小朋友都能用的手口湿巾。下面来的这一个呢，是关注大家秋冬季节，摸一摸你的手，嘿，你好，我们一握手会发现，咋回事？不会，我也觉得好滑，是因为你刚才用了，对吧？如果你没用的话，可能不是这个效果。这是谁？我们的 VSH 的威士赫尔的护手霜。护手霜，随时随地家里面都要揣一支的。这个护手霜是一个，它厉害点在于哪里？它为什么可以进入摸摸口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Why? 因为它是面霜级的护手霜。面霜级，听好了，就是你用在脸上的很多成分，我们有放在里面。护手霜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厉害，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手也要抗老。就现在我们说卷啊卷啊，我连手都要抗老。它能够帮助软化手上的死皮啊、老茧啊、各种纹纹啊，会让手更加的细腻。而且它是乳霜的质地，触感很丝滑的。看一下这个质地，记住了，这是面霜级的护手霜，把用在脸上的成分。护手霜，我跟大家讲，你就跟纸巾一样，跟姨妈巾一样，就囤就完了，随时哪里都放，客厅也放。我发现你是随时想起来都在涂，随时想起来，然后我就是洗澡间的那个洗手台上，你要放也是有，你只要洗了手你就要擦，也要放的有，洗了手我就要擦。手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对吧？你不能说女孩子，谁孩子？女孩子也是男生的第二张脸了，这是我们的第二张脸。他说手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谁孩子？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能说到是一个 K 老型的护手霜？它有细小裸藻多糖和水解胶原，干嘛呢？在滋润的同时呢，帮您稍微的去抵抗一下，它会经常产生那手嘛皲裂啊，那种什么沟壑纵横，因为它你不呵护它嘛。对。别人以为你是做了多少的那种粗活累活，不要这样子，手也要保护好。就是这么一支，日常买的话怎么着？39。39块钱。它算是护手霜里面比较偏奢侈的一个品牌。比较贵了，很贵了。39块钱。一支这样的
面霜级护手霜，听好了，是面霜级。我希望我的身体哪里我都对它好。怎么了？你的手不是你的手，是啊，护到别人身上去了，不是你自己的，对吧？而且呢是香水护手霜啊，它里面那个味道你自己闻，它留香还蛮久的，两三个小时，香味很舒服。来，这样吧，我们今天到手价格呢39块钱是有点贵了，让大家去更好的认识到它，我们给您谈了一个福利价，多少？个位数，9.9块拿走一支。这个就不用想了，你就囤着就完了。开吧，黑老神的护手霜。对，就不用想了。来，准备，3、2、1，能量满满瘦脸巾。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睡前的话，你多涂一点当手膜，也是可以的。而且我很喜欢它的是，它有那个植物的精粹，就是牛油果。那个树枝果汁应该叫果脂，对，它有牛油果在里面，牛油果一听就哪哪都好。你像果汁姐每天早上就是这么吃一个牛油果，牛油果是优质脂肪，对大家都好。每天早上都吃牛油果？她早上就吃一个牛油果，就是很美容的，因为它是优质脂肪。对，健身人士，你看大家都吃牛油果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说到了，它不仅是在滋润度上合适，同时呢，还有一个事情我们再强调一次了，是 K 老型的护手霜，不是普通的滋润护手霜，那就太常见了。它不是随随便便一支护手霜能够进到我的直播间，让我跟大家嘚吧那么久，不可能，因为它是面霜的，面霜级别护手霜，挺好的，乖乖。哎，不粘了，我涂了两层，我涂两层都没觉得粘。手术吧，大家。好，拿走了，这个手上关注好了。来，如果要说第三张脸是哪里，嘴巴嘛，嘴巴，来，这个是什么呢？不管是你平时社交，还是说呢跟别人要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别人一看你是不是很久没喝水了，怎么嘴巴都已经干成那个样子了，就是不要这样。这个产品就是起皮的女生真的好多。哎，你没有？没有，很素颜都没有。你是18岁吧？你不用跟我说你每天都在用，有这个习惯。你多大？你看00年的，真的，他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什么都不用买，美容仪你也不要买。20岁20出头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真的。但如果你不是，你是25+，但这个，比如说像我这种就60多岁了，你赶紧买吧。是吗？那我80了，是吗？不要这样子开个玩笑，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自己很重要。来，这边是谁？未来修护的润唇膏，它是膏体吗？不是的，它是偏乳液质地的润唇膏，您自己看一下，能很好的去填补到您的每一个唇部细节。它是很柔软的那种，就是有一种那种被融化被包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用在你的唇上就是这种乳白色的膏体，它上唇过后就会化开变成透明的。你看我刚才涂了，对不对？冷不丁的就涂了。这一支呢平时买的价格有一点小贵哈，一支49，这是未来修护的润唇膏，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的嘴巴如果说像猪肝色那种人生，因为你不保护它，你不滋润它，对吧？平时买一支49，今天的话我们和带来的价格不是这样了，18.8，是两支，多少折？吓死你了，1.9折，你还想怎么着？而且只有我们直播间有这个价格，你干脆走到我们楼下，我给你得了，我就亲手递给你，好不好？来，准备，3、2、1，能量满满瘦脸巾。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好，它是这种挤出来的像牙膏式的设计。有一些朋友你不喜欢那种油了吧唧的那个感觉的话，你就可以有它，因为有一些人他就不喜欢油了吧唧的，然后我喝水啊哪儿粘的哪儿都是，头发粘的哪儿到处的浸着，或者你用完它了过后你的口红不再上色，如果是这样的朋友你就可以用它。床头一定要放两只，某某睡觉的时候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干涸的，没有一个都要给我润到手啊嘴啊脸啊。我跟你讲啊，我平时化妆包里一定就有它，如果没有它我上飞机我整个人不行，不可以，就不行，对吧？它跟我的鼻炎药一样很重要，女生一定要呵护好这里，一定要润润的，你们相信我啊，要呵护每一个地方，眼角、脖子。我待会儿今天还会给大家上一个我自己觉得会在脖子用也好用的一个好物，等一下给大家。是的，说一下这个，如果唇部打好底了呢，你上什么唇釉啊、啥呀、口红啊，你说。就是你这个打好底了，你上这些口红都比较省事。不是，你刚才说脖子上什么呀？有的，待会儿我们会给您告诉答案。什么东西？好了，会有。必须说。有，就是那个妮维雅的身体乳精华，也能擦脖子的。
脑子刚才飞速旋转，飞速马上找到，就是他，没错了。我很专业。来这样子吧，我们待会儿呢要去稍微的去吃个午饭，就等一下，因为确实呢今天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讲到，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关注默默的直播间，然后呢待会儿给您再看还有什么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要吃饭去吗？我们要吃个午饭，是不是？好。